23号的王。我今年15岁，平常我喜欢打网球，爱听音乐，还有吹alto saxophone。但是我最大的兴趣，除了读书，就是画画、卡通动画。所以我今天要表演的才艺就是画画。蜘蛛人，大家看出来吗？蜘蛛人 Spider-Man， 左下方有他的落款啊。你有什么公益的需求，可以请他帮我们作画，我现场义卖。谢谢我们的新人，谢谢。